记者王新于台北报道，毕书尽 Billy 将于15日在高雄巨蛋举办 My Best Moment 演唱会。他日前曾在演唱会庆功宴上揭秘身上刺青的意义，近日也有再添加的打算，希望能在耳后再刺字，马上被笑亏，人肉字典。他也大方说，也不错，毕书尽目前朝住层中目标努力。他回忆之前过年时因为大吃大喝，体重一度逼近到理想的60公斤，但没突破让他有些失望。虽然还在增重之路上，但他依然维持精壮体态，大方秀出手臂及背部肌肉供现场媒体验货，更爆料四块腹肌一直都在。至于日前台北演唱会上，因为舞台服装的面罩掉色，导致脸上黑一块，被问到会不会想改良，他坦言目前还没考虑，又自嘲，面罩有阴影很好啊，这样脸看起来也比较小。Billy 毕书尽 My Best Moment 高雄巨蛋演唱会记者会，蔡依林团队打造毕书尽演唱会翻糖蛋糕。记者陈奕宽社。Billy 毕书尽 My Best Moment 高雄巨蛋演唱会记者会。记者陈奕宽社。Billy 毕书尽 My Best Moment 高雄巨蛋演唱会记者会。记者陈奕宽社。